大家好，我是葡萄酒老高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知名的葡萄酒漫画《神之哪》呢？其中的第八使徒啊，是来自香槟教父 Amsellem Sellos 所酿造的香槟，是被各大葡萄酒杂志与评分家给予最高评价的香槟哦。现在他的香槟完全称得上是一瓶难求，随便一瓶都要台币万元上下。但这跟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款意大利气泡酒又有什么关联呢？ Amsellem Sellos 在香槟区深耕20年之后，并开始寻找他的下一个挑战的目标。而意大利南方 Campania 的最大酒庄腹地酒庄的老庄主啊，与 Sellos 可说是一拍即合，相见恨晚。两人每年要从723个小型的葡萄园啊挑选最佳的当地品种，并且由 Sellos 监制酿造媲美香槟等级的极品气泡酒。那这瓶来自腹地酒庄的 Double 粉红气泡酒啊，有着少女般的粉红泡泡外观，再搭配着适中的酸度啊与水果香气，会让我不知不觉中一杯接一杯呢。颜色与讨喜的外观啊，完全是约会的圣品哦。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一支酒再见，拜拜。